善田师傅啦，同埋坐喺侧边嘅啊做人嘅吓。好啦，咁啊呢刻里边咧就揾我呢一位监制朋友出嚟倾下偈啦。Hello， 咪系你好啊。好啦，嗱，今晚咧，我要介绍阿咪嘅身份先。咁佢亦都系咧，我哋啱啱完成咗呢个舞台剧《寻找法律时代》嘅监制啦。亦都系本身佢做呢间studio 嘅录音师啦、监制啦，系嘛？讲紧可唔可以开名啊？呢间冇啦嘛？唔使啦，唔使。O K 啊，好啦，嗱，呢一间studio 咧就喺佐敦啊，咁我都曾经上过去啦，录过嘢啊，做过嘢咁样啦。咁我记得之前阿咪咧都曾经讲过呢一间 studio 嘅一啲少少怪事，我阵间可以再讲多少少啦。嗱，今日呢单 case 咧就讲喺阿轩仔咁样，咁佢就买咗啦。其实有冇一年到啊？应该一年 around 一年啦 ，around 系啦，差唔多咁嘅时间啦吓。咁当然啦，你又会唔会即系喺呢一间录音室里边啦吓？因为佢讲到佢要揾翻即系哥哥啊、妹姐佢哋御用嘅一啲麦啊，定系啲乜嘢？系咪真系有呢啲嘢嘅咧？咁其实咧，即系所有嗰啲麦啊、嗰啲器材咧，咁想当年咧，其实都唔算好多嘅，所以其实系。即系唔可以话边个专属咯，其实个个都系用嗰啲嘅啦。系系啊，即系你话所有歌手，其实基本上，我觉得都会用过咯。但系就、okay. 你问我边支系边个用过，我都唔知啦。即系我想当，即系我都喺呢间 studio 做咗十年噶啦。系咯，之前系咯，其实我都唔知道。哦，咦，咁即系话冇叫做咩御用咁解嘅？你用过啊？系咯，我用过，系咯，系咯。系咯，即系好似如果你话潘聪用过嘅，咁、我都唔记得系边支啦，因为其实我哋一只 model 可能都有好多支。系咁嗱，系咯嗱，关于呢个报道上面咧，就话呢个 studio 好似有多，即系因为有啲前人啊咁样啦，或者啲过身人用过咁，咁个感觉咧就会更加神秘啦，同埋充满即系灵异感多啲啊。确实又真系嘅，你都讲过啲噶啦，系咪都已经？系咁，你大家都知啦 ，studio 因为通常都冇窗啊，系咯，又比较暗啊。咁之后我哋做嘢又会，即系尤其是想当年做嘢就成日都 over light 咁样做啦。系咁，所以都系会系会有啲咁嘅，成日都会有啲咁嘅感觉嘅。有时一个人做啊，即系会通宵，系会怪噶。我都即系话都话成日都系唔知幻觉定咩啦，即系未入 studio 咁之后就觉得里面有音乐，系啦，即系有人啦，觉得里面之后入到去，咦，一个人都冇嘅咁啊。有冇最经典系发生过一件咩事咧？系呢一个，我自己咪有咯，我自己即系得一个人喺度，咁之后其实好简单一个动作，即系嗰啲嗰啲叫做 office 凳啦，咁转一转啊，后边睇一睇部电脑，好似之后好似感觉俾人踢一踢咁样，条腰就痛咗个几月咯。吓，痛咗个几月啊？咁好大力噶喎！系啊，但系其实坐喺张凳嗰度啫嘛，只不过系系啊，即系有啲咁嘅事发生过真系。我都有试过嘅，咁但系只不过冇咁你又唔可以专登话乜嘢嘅，咁但系系咯，咁有阵时啲人讲哇，咁小心啲啦，咁样咁咪小心啲咯。但音乐呢样嘢系成日都有嘅，系喂咁嗱，冇人但系有音乐。轩仔买呢间 studio 嘅时候，佢应该知噶系咪啊？佢知唔知噶咧？以你所知，以我所知啊，嗯，咁我觉得佢因为佢系，我觉得佢个人又唔系惊呢啲嘢啊，系啦，咁所以我又觉得佢都冇所谓嘅，咁应该都知噶啦，咁其实啲 studio 一定会有噶啦，咁。但系咧，同埋大家都覺得，即系我哋啲同事都覺得，喺 studio 裏邊嗰啲都善良嘅。如果唔係，我哋都工作唔到咁耐啦。咁啊係，同埋咧嗱，我相信你都即係認識佢啦嚇，即係合作過咁樣啦。咁啊，講翻佢嗰間屋啦嚇，因為有人就話哦，佢自從搬入咗呢間屋之後咧，好似有啲嘢都棘棘地啊，或者嗰啲雲啊各樣咁樣。你又同唔同意咧？即係睇翻。即係啲年齡嚇，即係發生過啲嘢，或者佢入住咗嗰間即係大宅啦，因為佢都承認嗰度有靈體朋友噶嘛。即係佢雖然冇走，好似如果以我所知都搬走咗好耐喎。係都搬走咗一段時間啦。係搬走咗一段時間，所以其實咧都唔可以咁樣撈埋嚟講嘅。係嘛？係啊，即係你話係咯，咁我又唔覺得佢有幾唔好啊。其實而家咁係，因為佢不嬲，其實佢不嬲都係一個好超嘅。
歌手，佢又唔係好好好 push 自己啲嘢嘅，係咯。係，咁你有冇聽過佢曾經喺話錄呢只碟，即係之前嗰只碟嘅時間啦，即係呢個咩咩咩古堡別墅話，係啦，我唔記得咗，係啦，係啦，嗰只碟。系咯，因为例譬如话嗰只碟，我都有帮佢录，嗰首哎呀，孤客别墅，系孤客别墅，系啦系啦系啦，系啊系啊，孤客别墅，我都有份录嘅，系咯，咁我有，但系冇啊，佢就其实佢系少少对屋嘅怀念，即系嗰阵时啱，应该系啱啱搬嗰阵时啦，系咯，都一年几前都已经系，但系就冇好实在地话，诶，点解呢间屋好似有啲灵界嘅事件，俾咗佢啲咩灵感啊？咁样有冇？冇啊，咁佢反而喺啲报道会啊，睇到讲好似讲少少咁样，但我就唔好记得，因为其实佢自己又会系好似感觉到嘅，佢我系咩？我唔知啊，唔知睇报道定乜嘢啦。啊，系咯系咯，即系可能有听过下咁少少咁样，但系又唔肯定啊呢个就。喂，咁但系既然间个 studio 即系发生过呢啲事啦，其实有冇即系可能阿轩仔之前啦，或者你嗰阵时嘅老板咧，要摆嗰啲嘢啊，搵嗰啲师傅嚟啊，有冇之前做过下呢啲嘢咧？嗱，因为咧我哋因为嗰间 studio 其实咧好大嘅，系咁，所以咧其实我哋有六。譬如有錄過啲真女嘅真人嘅音噶，即系咧，即系其實咧，佢哋一路錄咧，即系佢哋都話冇乜嘢啦，即系佢哋都話嘢係舒服嘅，咁啊，佢哋嚟到咧就會令呢度更加好啦，咁樣會有啲咁嘅嘢出現嘅。哦，即係佢曾經上去錄音啊，即係嗰啲係啊，係有真女嚟錄音，因為有時候我哋有啲教會啊。哦 ，OK OK， 係啊，都會錄啲佢哋嘅歌啊咁樣。系咯，咁系咯，咁同埋你话阿轩仔点解会喂成日都好似整诶啲好旧嘅嘢啊？即系话喂啊，啲器材点解要咁旧啊？反而我哋就好 appreciate 呢件事。点解咧？系因为佢其实佢出道之前系一个 engineer 嚟噶嘛。嗯，系啦，佢即系都系一样系，所以佢再当佢出名啦，咁其实佢都系明白到喂，原来录音系都要好多。好靚嘅器材啊，同埋好多好即系 vintage 嘅器材啊，咁其實佢都好追求，即系呢個係一個興趣咯。所以佢好中意收集呢啲咁嘅舊嘅器材咯，錄音器材咯。咁同埋好多其實香港係不嬲都冇噶，佢即係專登喺外國揾翻嚟啊，係啊。咁令我哋見到好多新嘅器材，即係新嘅舊器材啦。OK， 同埋啲器材即係越用可能個聲越靚嘅，即係會係啊係啊，因為而家買唔翻嘅好多都。Okay. 但係佢你咁佢就好好咁樣呢個興趣。好啦，我其實有一次見過佢咧，我就問啦，喂，可唔可以講下呢啲嘢嘅？咁但係佢話：，我基督徒又唔係好方便講啦，咁樣啦，咁所以嚇。但係嚇，咁我又希望下次佢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嚇親自講翻佢遇過啲咩事俾我哋知啦。OK， 好啦，咁今日就嚇從一個監製角度，或者曾經喺呢個地方工作過嘅一個監製咪啦，就講翻嚇一個咁嘅回應啦，呢個地方咁樣啦。OK， 好啦，咁啊唔該曬咪先。Thank you. OK，thank you， 好，拜拜。周圍都有個 studio。我哋呢度都系啦，系咪？系啊，之前系。之前系啦，吓。而家好啲。而家好啲啦，咁冇问题噶，即系今日好，唔等于佢又入唔到嚟，又唔知喎。系。系咯。可能又再有咧。系啊，所以你我好难讲嘅，因为一讲呢啲嘢嘅时候，佢哋又容易咁佢又中意听咧。系啦，咁所以其实系 OK 嘅，我又觉得冇乜问题嘅。即系听咁讲啦，我谂翻起之前，喺我而家。即系瞓紧嗰个地方，瞓紧的嗰个地方咧，听重温。咁嗰日好似系讲紧啊喺恐怖回忆嗰度睇到嘅，阿 N 上身嗰阵时啊嘛。哦，喺架车嗰度。系啦系啦。咁嗰晚咧就我老公嚟睇喺度睇喺张床度瞓喺度睇。咁啊佢另外一边睇啦，咁我另过去一齐睇啦。跟住睇下嗰阵时咧，去到佢。啱啱喺度講緊嘢，即係喺個車度嗰、那個揸緊車度拍緊佢嗰個咧，喺度講緊嘅時候咧，跟住我見到後面有個影咧走埋嚟要聽啊，跟住咧我屋企啲狗咧全部吠到咧，即係佢哋吠嗰種唔係話好驚恐啊，但係就好怪嗰啲吠叫咧，即係總之見到嘢嗰啲咁嘅吠叫啦。跟住我同我老公講熄機，熄機，唔好睇。
就控咗埋嚟，跟住我老公一熄嗰阵时，佢就慢慢褪后咁走翻，嗯，都冇嘢听嘅，走啦，即刻熄机啊，即刻，唔系因为嗰段嘢真系好坚嘛，系啊，咁佢哋都会知嗰件事系坚定流噶嘛，系咪？哇，佢咁坚咁样，系啊，佢走埋嚟听嗰下，吸引佢哋啊，真系吸引佢哋嚟听噶，嗯，系啊。好啊，咁呢个娱乐圈就系需要一啲咁样嘅情况嘅。如果佢哋都唔喜欢唔走埋嚟嘅说话，根本嗰件事就和噶啦，已经系吓。即系如果啲人想见到嘢或者即系想有灵体入嚟，你唔好用 headphone 听得噶啦，系咪啊？系啦，系啦，开着个喇叭，大家一齐听啊！系啦，佢哋一定埋嚟听。O K， 好，听听阿 Bell 嘅电话先系嘛，阿 Bell，Hello， 你好。你好，嗯，仲有星爷师傅同埋阿 Joanne，Hello 你好，系大家好，其实我第一次打电话嚟噶，多谢你，有少少歉，唔紧要，我讲一个咧系我自己亲身经历嘅，咁呢个系最难忘嘅一个，其他嗰啲就迟啲再交货啦，好啊，咁我最嗰个深刻印象咧就系我三十年前啦，咁同我个男朋友仔咧。就是这个铜锣湾，即是现在近中央图书馆，即是湾景楼那附近。嗯、那时当时的年代呢，这巴士站呢是就这样一个铁栏这样一些东西这样的。咁當晚應該係十點零鐘左右到啦。咁我哋咧就係、是、喺後邊後街，大概係銅鑼灣道嗰邊轉翻出嚟咧。一轉彎嘅時候咧，因為我哋嗰個巴士站就啱啱喺灣景樓下嘅啫，側邊係有間戲院咯，我記得。咁我哋一轉彎嘅時候，見到個巴士著咗燈，有人排隊上緊。咁我哋好驚啊！咁啊即刻～第一時間就要衝兩個人一起即係跑啦，去趕巴士啦。嗯、但係當我哋趕到個巴士站嘅時候咧，成個環境變曬。變咗咩啊？漆黑一片，巴士仍然喺度，冇著燈，冇司機。哦，即係兩個人都見到係咁嘅景象。同一時間見到，因為我哋一路跑一路追架巴士，驚開咁，因為嗰度總站。咁、哦、其實我一路望住，我仲記得係有幾個人排隊，最嬲尾嗰個係著黃色嘅褸，男性嚟嘅。咁、我哋一路追，一路追，一路追到去，就係、是、嗰個巴士站度就成個環境變曬，就係、是、架巴士冇開到。因為如果架巴士開咧，係一定要轉彎轉翻出去呢個灣景樓嗰邊向銅鑼灣，因為我搭72號，如果我冇記錯嚇，應該係啦。轉彎轉翻出去，一定睇到佢轉彎噶嘛。但我哋係一路直行，一路直跑追巴士站，就係、是、咁樣去見到咁嘅情況咯。咁、當時係直情係冇人嘅，巴士冇開到嘅，我哋兩個目定目即係呆曬，好驚咁樣。喺度等啦，仍然喺度等啦，细细个冇钱啊嘛，等巴士。因为两个人见到又真系难解啲咯，好难解释到，因为点解咧？系直情系成架巴士着咗嘅，系有人排队上，嗯、但就一去到嗰个巴士站咧，就成个环境变晒，乜都冇。我哋两个真系互相望住，真系惊到震，我而家都震，因为呢个已经系三十年前嘅事嚟噶啦，哇，就系好恐怖。我仲同我男朋友讲。上唔上車好咧？咁又唔使驚唔使驚，我哋有嚿喐喺度。其實我哋上到上層嘅時候，都唔知道上嚟嗰啲人定係鬼。哇！我一聽你講都有啲身同感受，因為我以前翻學都係搭72噶。應該係啦，係啊，佢係側邊有個有去黃竹坑噶嘛，香港仔黃竹坑啱啱。系啦，嗰度咧仲系有间戏院。系啊，冇错，系系系。我就系喺嗰度，你谂下乜都冇，又唔会有司机站嘅。但系我哋两个系直跑直线望住一路追住个人尾啊！你明唔明我讲咩？追住人，你希望追到架巴士啊嘛。咁只知道就去到嗰刹那就乜都冇，乜人都冇。庆幸啫，如果你上咗巴士仲大镬。我想咗啊！唔系，即系好在突然间你去翻现实咋，系咪先？如果唔系，你唔会去边啊？真系。我哋两个都系惊紧嘅，到而家都。其实我喺我自己嘅身上面咧，由细到大都发生咗好多亲身经历啦，包括我爸爸走嘅时候回魂嘅嘢啦。咁讲多单啦，如果有时间，我简单讲多单嚟听下先，简单搵单讲下。简单你想听乜嘢？我就回魂啦，爸爸回魂啦。爸爸回魂就比较复杂嘅。
系啊，真系几长篇嘅。O、okay, K， 简单。咁我讲一个朋友啊，好好我朋友咧就系同我爸爸相差大概一个礼拜到啦，咁、就走咗嘅。咁佢屋企人咧就同佢去等佢回魂啦，咁、就唔系喺香港回魂，就去咗去大陆嘅屋企回魂。咁佢哋咧成家人咧就匿埋喺间房度，咁、咧就到嗰个时间咧就去哥哥回魂嘅时候咧，咁咧就摆晒好多嗰啲祭品啊嗰啲嘢啦，佢哋系听到好多声音，个个震晒喺间房度，好、多人喺间房度震晒，然后咧就听到砰砰砰，佢哋度房门砰咗三下 ，OK， 咁就走咗啦。咁但系咧出翻嚟嘅时候咧，睇翻佢啲嘢，佢个电脑啊，个电脑咧，佢哋咧系因为走咗噶啦嘛，咁佢个电脑咧系佢女朋友一路喺度都用紧嘅，咁最后上次应该系佢女朋友嘅，但系当日检查过晒所有嘅嘢，佢翻嚟嘅好多嘢都见到，例如佢个嗰个电脑咧最后上线系佢哋扮扮扮嗰道门，系仲系用佢个 login 去上。即系点啊？我唔好明白，你即系咩？最后上线，即系唔系佢走咗啦嘛？佢人已经系离开咗人世啦嘛？系啊。咁但系佢女朋友同佢同居噶嘛？咁佢嗰个手提电脑咧，咁啊仍然系即系上线，系就系佢上翻去，系佢系啦，佢 log in 翻，即系个死者 log in 翻上去上线出翻嚟，包括佢自己嗰啲notebook， 即系嗰啲日即系每一好大本嘅 notebook 咧，就咁揭开写啲乜嘢嗰啲咧，同埋系最恐怖就系同时有四五个人喺间房咧，已经系惊到好紧要，系砰砰砰三下。其实佢就喺出边上电脑咁样系咪意思系？唔系啊，佢系。走嗰阵时，扮扮扮三下话俾你听，我知道你喺入边，但系我话俾你听，我走啦。但系一个房门扮扮扮，系入边好多人都惊到，即系吓好好紧要咯。我自己嘅亲身经历就系我爸爸翻嚟嘅，咁睇下你，好啊，下次啦，再有时间，下次啦，打俾你。全部都是亲身经历去跟你讲，其他听到回来的那些就再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不是那么好，不好意思。不要紧，好好啊，是啊 ,OK 啊。我第一次我鼓起很大勇气去讲的，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知道我是谁。是吗？好啦。是啊，另外我想问呢，可不可以问一问 Cindy 的师傅的事情，好，你说你说。其实我想问一问我朋友呢，是死于意外，不是死于自杀，还是死于被杀？咁样问要有啲资料先得喎。可能要。其实系喺我一个心结，系我哋大家都系。你有朋友张相啊？系啦，睇相得唔得？睇相得唔？睇相得唔得？睇相得。系啦 ，send 你朋友张相俾我。相啊，相啊，佢张相。系啦。我攞唔到佢张相出嚟啊！而家因为我同你倾紧电话。唔系，之后系啦，之后啊。下之后啦，系啦。系咯，你 send 嚟，咁其实就可以 read 到噶啦，咪大概知噶啦。系啊，好啊好啊，咁我 send 过去俾你个 Facebook 好冇？唔使 Facebook 啦 ，send 去俾阿 Eric， 而家即刻有个电话，好嘛？你而家 hold 住，你而家 hold 住啊 ，hold 住啊。好啊好啊好啊。OK， 好啦。好，唔该。OK， 好，拜拜。拜拜。都希望可以了解到，有时个心结嘅问题都真系啊，即系等佢了咗心愿咯。好啊，咁所以就可以透过一个电话啦吓。嗱，仲有呢个电话号码，我哋仍然希望你可以打嚟3703-3726。咁何方都会喺节目大概十零廿分钟之后啦，系啦，佢都会走啦，因为太长时间工作啦。咁希望咧系即刻帮一啲而家系 log in 唔到嘅朋友吓，咁啊做呢件事嘅3703-3726嘅。好啦，咁就今日好多谢阿做人啦，唔好客气，留翻啲货先。慢慢仲有，系啊，系咪？佢大把货啊，大把货吓，咁啊，迟啲再上嚟倾，好嘛？好，系啦，咁啊，记住有其他问题想问先贤师傅睇一睇吓。咁当然呢个唔系法科上边嘅嘢，法科就交俾另一组嘅同事，另一组同事，去处理。你纯粹系睇佢嗰个时辰八字啊，吓，紫微斗数咁样啦。98836714，好啦，咁就时间就差不多啦，咁今晚就到呢度啦，咁我哋听晚同样时间再见 ，OK， 拜拜，拜拜，拜。
不同的空间，却因为机缘的巧合而生关系。众生在互望，但愿不相干。